发力迷你LED京东方精心科技P0.9玻璃机首个重点项目完成交付。 IT 之家9月18日消息，昨日，京东方精心科技宣布 P0.9玻璃机首个重点项目完成交付。 IT 之家了解到，京东方精心科技有限公司是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设计、生产和提供 Mini / Micro LEDs 和解决方案。精心科技此前表示，最新推出的 P0.9玻璃机 Mini LED 显示产品。 是基于玻璃机显示工艺和微米级封装工艺，采用主动式驱动方式，可实现超高亮度、百万级超高对比度和 115dC/P3色域，具有无屏闪、低功耗等优势，还可实现纯黑无缝拼接。